是想念漫画的事儿搞清楚了吗？石迪姐，我特地去看了，连载的是石小念的新漫画，是个霸道总裁的题材，据说是以宫欧为原型做的。哦，忙去吧。哎，喂，千珠啊，你干嘛呢？嗯，好香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谁做的。小迪今天这么高兴啊，让我来猜猜是什么好事啊。你哪看出来我高兴了？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，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不是好事是什么？那你可太不懂我了。嗯，我今天呀拍杂志封面，主题是夏日新娘，穿了好多漂亮的婚纱，我就在想我们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呀。嗯，那你想是什么样的呢？嗯，订婚嘛，已经在日记岛了，所以结婚呢，我就想要旅行结婚，就咱们两个人，不被任何人打扰，你觉得呢？哈，我一直以为你会想要一个有隆重仪式感的婚礼呢。咱们以前就说过旅行结婚啊，你不记得了？嗯，有说过吗？这个我真不记得了。你也知道，治病那几年，我多半时间都在睡觉。哎，有很多事记不清楚，也是挺遗憾的。嗯，不管啊，八九。好好好。小迪啊，虽然我也喜欢旅行结婚，但是现在我们两个都这么忙，你又是事业的上升期，真的不需要一个盛大的婚礼来应对媒体吗？所以我都说了是以前啊，以前呢就咱们两个人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好多人都看着我们呢。是啊，以前就只有我们两个。你放心，以后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记不记得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。傻瓜，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？这是手术前我跟你说的话呀，你忘了？是，手术当天没去，可是前一天我还跟你说，我说我一定会等到你睁开眼睛看到。错了，石小姐。没关系啊，千初。即使这次手术不成功了，我也依然是你的眼睛，帮你看每天的日出日落，还有天上的白雪。我会一直等你的，等你睁开眼睛看到我。高双不对，又只能拜托小蝶去。我让他跟你说，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。千初，是你吗？我还担心你不来呢。美少女，不管你能不能记得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。这是手术前我跟你说的话呀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那个，我一定全都努力记起来。没关系啦，你也不用记那么清楚，你只要记得我们两个会一直在一起就好了。
念，你快看快看，你的漫画现在在看的话 APP 上已经破浏览记录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美梦让我多坐一会儿吧。十大美女最近倒是挺忙的啊，又是忙代言又是忙拍戏的。哎，今儿怎么有空约我出来逛公园了？我上次找你是想通过你打消石小念出本那本漫画的想法，哪怕他把主人公换成我也行。可是你呢？你都干什么了？你对得起我给你的钱吗？我都跟他说了，他不同意改了。再说我也没给他出版了啊，这不正合你意吗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你自己看这是什么。当初你给我这本复印件的时候说好只给我一个人，可是我在别人那儿看见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我怎么交代你的？我给你的钱你都忘了？石小姐，这个我不知道。石小念一年前把这个复印件交到我手上。哎，石小姐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复印件吧？复印件的意思就是他有可能复印出上百套，没准他给了别人几套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？石小念还可能复印出很多本？那你知不知道这些来源是在哪儿来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复印件的版权它也不归我管，我也没办法查出他们的来源呢。要是有人不小心丢了几本，这倒是可能的啊。石小姐，如果你没有其他事儿，那我就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石小念，石小念，你是要害死我？石小念，你怎么走？龚董事长早。不用叫我董事长，今后这里的事情就全权交给你了。他怎么来了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带来的，你怎么不知道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他来了，是不是什么都听他的呀？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了。他不会是来考察我工作的吧？万一我什么事情没做好，不会把我开了吧？不会，他不是说了要全权交给我们负责吗？哎呀，放心，加油。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，具体的价值完全可以由贵出版社和石小姐来开。我们也十分有兴趣注资石小姐各类漫画的周边开发。我觉得挺好。不行，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请坐。换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啊。上面不说好的什么都不管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当然，我们对于贵出版社其他各方面深层次的合作都很感兴趣，我们也有这个实力。融资半年无疾而终，向银行贷款都贷不出来。说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其他实力可以展示的？这个，除
来一下。嗯。出来一下，有话说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还想问你们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，石小念，是不是了解了恩义的内部的一些状况之后，就不相信恩义的实力了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些人你们尽管开掉也无所谓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，正好换新的。恩义就算真的出现了什么状况，我资助你一个出版社出版你的漫画，还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你是什么脑回路啊？就算你资助了出版社，帮我出了漫画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靠着你。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实力？我要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？难道我要做一辈子公公的附属品？一辈子做公公的附属品。什么不好吗？你直男癌。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，我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，用不着你。那你就别答应丸子，你都已经让他全权负责了。怪不得恩义所有人都要离开，有你这样的老板，谁愿意干活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。要不然当初就别说那样的话。都已经答应丸子了，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我知道我现在漫画出版都是因为你，我自己也会努力的。好啊，随便你。那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小老板呢？那边。小老板都解决了？哎，全部解决了。他们其中大部分是跟恩义及下属部门有合作需求，想要借助对石小姐漫画投资，更好达成跟恩义合作。还有一些面临破产，想借助恩义来翻盘。所以啊，石小姐，这些人不是单纯冲着漫画来的，小老板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都听见了，就你这种智商在恩义工作，早就被丢到海里喂鲨鱼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我们想要努力摆脱他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即便我画的是垃圾，他们仍然会来。怎么会是垃圾呢？我可不允许我一直以来喜欢的漫画家说自己的漫画是垃圾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我听说石小姐的漫画在找合作方，作为石小姐漫画的忠实粉丝，我觉得我最有资格用我的能力和人脉来为石小姐服务。但是等了这么久，怎么感觉已经结束了？啊，那这么说，你不是为了恩义来的，你是为了石小念来的？我从小在日本长大。照理来说，恩义手机应该是近两年才登陆了日本市场。不过我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在日本的漫画书上看到过石小姐的漫画。龚总，您刚才这么多人的方案都提过来了，不提我的岂不是不太公平？那个白先生，我们龚总还有点事儿，麻烦您让一下。哎，公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我相信石小姐也想找一位懂自己漫画的人一起合作，龚先生也不至于连石小姐这点自由权都剥夺了。还有龚先生，不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留一点空间跟自由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你别胡说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嘛，都是为了石小念的漫画，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好好聊，这样什么想法才能沟通嘛。这些是我对跟石小姐漫画合作的所有方案，包括对她进行个人的宣传以及版权开发。当然，出于我私人的热爱，也有好多对漫画的理解与想法。不过，这个也完全取决于石小姐您是否愿意接受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最重要的是，为了防止节外生枝，我也拟了一份文件，放弃一切有可能跟恩义之间达成的合作。我说过，这里的事情由你们全权负责。我不管。哎，那个八月先生，坐坐坐坐，我们聊一聊，来看看合同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到了就知道了。是要参加什么活动吗？可是我这身打扮好像不太适合参加什么活动。可以啊，石小姐，现在很自觉，对于跟着我参加活动已经轻车熟路了。跟你这人真没法交流，不愿意去的时候你绑着人家去，我好不容易适应一点了，你这嘲讽的口气又算怎么回事啊？搞得好像我不愿意去似的，搞得好像我多想穿着那些绑在身上呼吸都困难的衣服似的。不想穿，今后你可以不穿。好，不穿，以后都不会穿了，这还不用去那些奇奇怪怪的场合和活动。老板，你到了。小郑，走吧。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去哪儿啊？在我面前，就是正在落下去的太阳，你能感受到吗？夕阳和日出是不一样的热度光。不用看了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把合同签了，这儿就是你的了。龚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进来吧。千初，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来。小迪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小时候总来嘛。看来我没记错。千初，
嘘，跟我来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先撤，这是。我把公司一部分准备转型的核心业务搬到这里来了，你不是想做影视方面的工作吗？以后啊，你就在这里办公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儿离公司那么远，咱平时过来也太不方便了。我虽然记忆上模模糊糊的，但是总觉得我们以前在这里有过什么约定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。小时候的事儿，别老那么在意干嘛？也是，不过每当我走进来，就总觉得这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公司呢，现在也的确需要分出一部分人来做新的项目，离总部远一些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好事。以后啊，你可以招呼影视圈的朋友们过来啊，那边还有个阳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怎么样，在这里办公不错吧？既然穆总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是不错的呀。小蝶，我再带你去那边逛逛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起逛的话，肯定能想起不少以前的事。千初，今天就算了吧，风实在太大了，而且我一会儿还得去片场。咱改天行吗？好啊，走吧。这样，我先回公司盖章，回头再拿给你。那先这样，谢谢，过去了。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喂，石小念，是我帮你租的工作室，又不是他。你想鞠躬的话，转过来朝我鞠。谢谢龚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太客气了。不过，你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开这个工作室啊？不是给你，是给我自己。我只是聘用你来工作而已，别想太多。你也要画漫画了？你的脑回路真的是好奇怪。可是我这个人呢，只会画漫画。如果你给我开了一个工作室，让我研制手机，我可不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为我和恩义量身打造卡通漫画形象，作为宣传手段，听清楚了。有点清楚了。不是你之前跟我说过吗？卡通漫画可以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，现在我做到了，你自己倒反悔了。我那个意思是说，可以作为我对外交流的窗口。当然你想交流也可以，只是我这绘画风格你也见过呀，就按照你的来。不在退出之前还是要先给我看一下。清楚明白。但我这具体的内容呢，是以你为中心呢，还是可以有所延伸，做一点自己的漫画内容？等一下，你之前说过，画漫画要走心，太矫情了吧？你之前画过的很多漫画都是以我为原型的，都是走心的吗？这可不是我逼你的啊，这说明你心里本来就有我，不是我强迫你非要以我为原型的，对吧？最后一个问题，问你为什么把工作室选在这儿？我做任何决定需要征求你的同意吗？我饿了，去吃饭。我们租这个工作室的时候，你也没告诉我这个停车位不能用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。但这两个停车位啊，是跟我们业主对应的，您的车位不在这儿。
还是请您赶紧开走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会儿人。我给你停车费总行了吧？我按最高的停车费给你，可以了吗？这个真不行，这跟钱也没关系。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这两个车位是属于您楼上那家公司的，所以您理解一下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公司每天那么多人来，那他们停哪儿啊？走过来啊？您现在跟我说这些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管不了。您还是跟我们领导说吧。你这人什么态度啊？别拽我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动手啊？我没动手，是他先拽我的。那监控录像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你的一举一动。这况且还是个姑娘，还穿着高跟鞋呢。小迪，什么事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念，怎么了？哦，这楼上是小念的工作室，还有这相邻的两个车位也是他的。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还请二位见谅。走了。楼上是公务的公司啊。楼上是石小念漫画工作室，刚刚进驻的。果然，你还是想压我一头。明明自己已经赢了一局，还装模作样的为我打抱不平。石小念，你还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那个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没弄清楚情况，麻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。你赶紧把车开走吧。马少远，等我治好我的眼睛之后，我要在这里给你盖一间吸光小屋。你喜欢看落日，也喜欢画画，我就让你在这间小屋里面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。千初。啊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既然不让停车，咱们就找那个管理处商量一下，在这附近找一个最近的车位，这样我接待客户也方便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吧。找我还有什么事儿？是你还有事情找我吧？你想问什么就问，想说什么就说，难不成还要让我追上你向你解释吗？你早就知道石一的工作室在我楼下。没错，我不仅知道他的工作室在哪儿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开业那天会邀请很多人来参观，当然需要很多的停车位。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今天会和别人发生冲突，也没想到你们会在那儿相遇。所以你这是故意安排这一切？我怎么了？楼上的工作室、停车位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借口。今天让我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气石迪。没错，不过不只是石迪，还有穆千初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已经尝试着想要放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？千初已经在维持公司的运营了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我祝福他。公公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到我的家人都离我远去你才高兴啊？家人？他们像你的家人吗？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？石小念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我跟你不一样，都被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还帮别人数钱呢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动我的东西，更不会让任何人动我的人。不是你的东西，更不是你的人。石迪是我妹妹，千初是我妹夫，不管他们对我做什么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环境长大的，让你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是你是我见过最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。
韩老板，你为什么不跟石小姐解释清楚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根本不知道穆先初会租下楼下工作室给师弟啊，而且那两个车位本来就是全属于咱们工作室的，人家原先的业主不拆开租，谁想到师弟今天会因为这个事儿闹？他们迟早会遇见，我这么做只是掩耳盗铃而已。可是他心里还有穆先初，穆先初才是他的家人，我只是他见过的最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。哎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。那要不然我把石小姐给你叫过来，你们俩好好聊聊。不用了。孙老板，你让我查的那个人，我查过，所有的背景资料都跟他自己说的一模一样，就连石小姐的漫画，也确实买了很多年。果然有问题。对，这么干净的背景，一定有这么干净的原因。哎，小老板，石小姐非要回家，说联系不上爸妈了，怕出什么事儿。着急走，你父母没事儿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不会连我父母都监视了吧？我没有这么闲。石小姐，那个石迪离开工作室之后往你父母家去了，会不会是他们在家不让你爸妈接你电话呀？那有这种可能？等他走了，他们自然会打给你。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我必须得去看看。喂，爸，你们干嘛去了？我刚才给你们打好几个电话都不接，我妈嫌我的命犯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嗯？什么新邻居？就在咱家对门，呼吸内科的专家，专门治哮喘的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好好休息啊。是你安排的？什么？呼吸内科的专家，专门治哮喘的。等我妈哮喘病一犯，还没去医院呢，就被抢救过来了。咱们家那个小区都是很旧的房子，我就不信有什么专家会特意买那儿的房子。免得你又要说我监视你的家人。不过，但凡你这个人长点脑子的话，就会意识到，一个医疗专家是不太擅长做监视工作的。你要不要吃炒饭？嗯，那不吃这个，今天可以换个样吃饺子。我做饺子也很好吃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做给你吃啊。珍珠。怎么在家坐着不开灯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感受一下看不见那会儿时的感觉。你这都看见了，怎么还想感受看不见呀？以后啊，所有的风景我都能陪你一起看，不比黑漆漆的好啊。今天回爸妈家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他们就是年纪大了，希望儿女多陪在身边吧。不过你们姐妹两个轮着回去，他们应该也不会太孤单。石小念啊，他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今天在工作室那儿，不是被我看见？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子啊？他以前，我今天不想说他。
医生不是都说了吗？你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，还想再回去躺着。你乐意，我可不乐意。小迪，我记得订婚的时候我问过你，你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？小时候的事情，谁说的准？那是为什么不画了？后来你出国了，我上大学之后，有更切实际的想法，就学了表演，当演员了呗。哦，那还挺巧的，你姐姐倒成了漫画家。她从小就学我嘛。好了，我去睡觉了，你早点上来。尝尝。哎呀，我原来总嘲笑我妈，她最爱做饺子了，每次都破好几个。我这眼睛一直盯着都不眨，她竟然还破了。哦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啊，石小念？我是，这饺子就得配汤啊，没这么吃过。我小时候吃的饺子都是没有汤的，你是不是故意在为下午的事情整我？不是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，我特意给你做的饺子。那我帮你出去。这是饺子。吹一下就好了。咱们今天为什么吃饺子啊？有客人来吗？是啊。你们就是外婆的小客人呐，你们来了，外婆太高兴了。你们在英国长大的，没吃过饺子吧？嗯，今天啊，外婆特意给你们做了最最好吃的三鲜馅儿的饺子。外婆，那我以后天天都来，你每天都给我包饺子吃，好吗？我最喜欢吃你包的饺子啊！你这小嘴啊，太会说话了，外婆听了高兴得不得了。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啊，厨房里还多着呢。慢点啊，烫，小心烫。嗯，这回应该好。你再尝尝。请用，尝尝。是不是很难吃啊？我后面就是破了几个。这些都给我，你去做别的事。你这个人真的很不讲道理，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？有啊，你说过无数遍了。你赢了。哎，你上回不是说要从黄总编入手调查你哥哥车祸线索的事吗？那有什么进展？查了，你说的那个黄总编已经从本市销声匿迹了，有人说他去了灵市，我也派人去查过，但是什么线索都没有，电话什么的全都换了。那这黄总编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印件给你哥？他为了什么目的啊？你就别担心了，现在他不出现，总有他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等就是了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爱吃饺子吗？你不是除了蛋炒饭其他都不吃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是不关我事儿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一饺子？我自己做的都没尝呢，我都推到这儿了。不行，你做别的事。那我就看你吃吧。慢慢看吧。